你买的东西我都没吃，雪糕化了重新买了，都在里面。我有那么小气吗？我叫你来又不是让你还我零食的。哎，你对这儿熟悉吗？有没有来过这儿？ 现在没来过，说不定将来会来嘛。你过来啊！哎呀，过来点儿！哎，把眼睛闭上，闭上，你感受一下。 感受到什么，你就马上告诉我。什么都可以，听到的、看到的，哪怕闻到的都可以。对，好好想想。我要回去了。你给我回来！ 你没事吧？哎，吓死我了！ 差点又把我送回去！哎，哦，哎呀，我刚才不是故意的，对不起啊。你这样好不好？你给我补习，我这次要考全年级前50的话，我就可以进一班了。你是押题大神嘛，帮帮我。哎，先下去吧。哎，张三，别走啊！